娃，哈士奇娃娃，噔噔，帮我配乐，噔噔，哈士奇娃娃的主事，噔噔，就是黄子恒。没，我那写字写那么久，结果就抽这几秒钟的，累死了。好，来抽出第二个。公仔，是张书豪，女帝公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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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最后一个人，小海螺。小海螺得主会是谁？就是你了。宣威讯，应该是这样念吧。讯，好，这个就是这一次1000订阅小海螺，这小海螺的得主。好吧，这次抽奖就比较简陋一点，下次再精进，反正总是还是会办抽奖的嘛，下次再办。觉得整体好一点 ，OK， 好，这次抽奖就到这边啦。这三名中奖者要赶快私讯我的粉专哦。这样啦，拜拜。贝拉跟他爸爸呀。No se entendería.